嘉庆三年，大宅突遭大火，烧毁房屋31间，幸无人伤亡。晋德园之生意未受大火影响。另，据街坊所见，有人曾在大宅之侧巷内鬼鬼祟祟，似与这场大火有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从邢家第六代蒙受皇上宠爱，创立晋德园开始，邢家就会无端地遭受横祸。几乎每一代的当家，都会遭受各种稀奇古怪的事件的。家宅大火，爱子遭溺身亡，假银票大量套现，这一切看似巧合，但是为何又会出现得如此有规律呢？就好像是在这背后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邢家的一切。是谁呢？到底是谁呢？难道爹娘还有小妹？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。爹他们的死一定和祖上几代人的遭遇有联系。我要找到他，这个在邢家背后的手，那个神秘人到底是谁？刘二。啊，我去火车站接一下药品，你把院子打扫干净了，吩咐厨房把早餐给大家准备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说你，你是大少爷？您是？啊，我是老罗头啊，你老罗叔啊。老罗叔，老罗叔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没看错啊，祖宗保佑啊，大少爷回来了。罗叔。大少爷，你可回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我说那时候你怎么突然从家里就不见了呢？我那时候还小啊，也没多想。哎，我老了，啥都干不成了，多亏老爷体恤我，让我来这宗祠看护啊。要不我们全家呀，只能去喝西北风了。哎呀，可惜老爷夫人、小姐，还有庄叔他们。哎，少爷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都长大成人了。跟老爷年轻的时候啊，那是一模一样啊。这老爷和夫人要是在九泉之下
真的有知的话，一定也会高兴的。老罗叔，先别说这些了。对了，我想问你，您在我们邢家这么多年，有没有听说过邢家前几辈的一些事情啊？前几辈的事儿？你指的是？我看过我们邢家的族谱，自从邢家第六代太人先祖以后，就一直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。家道虽然兴旺，可是总遇到什么宅子起火、小孩溺死，这么多的意外，他不会是偶然吧？再加上，我又联想到我爹娘还有小妹的死，我想，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。老罗叔，您是不是知道啊？其实啊，我知道的也不多，只是听老爷呀在无意中提起过，说邢氏家人在遇到公姓人士的时候啊，不论其贵贱贫富，一定要恭恭敬敬的迎为上宾，不得怠慢。遇见公姓人迎为上宾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只是听说这是太人老爷那一代传下来的，这之后啊，每一代的当家都要把它当作家训严格遵守，如有违反者，宗老们有权剥夺他的当家人的资格。还有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，这些个秘密啊，都和他有关系。双龙，邢家祖辈上这些事情啊，也是传得多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其实谁呀，也说不清。家里这些事情啊，我爹他这么多年也是从来没跟我说过，所以我觉得挺蹊跷。卖核桃，卖核桃喽！正宗的汾州大核桃，吃了第一回还想第二回啊？卖核桃喽，汾州大核桃。哎，小姐，您看看，这可是正宗的汾州大核桃，壳薄仁大，香脆酥软。您来几个尝尝。小哥，请问一下，你是本地人吗？是啊。那你知道太原档案馆怎么走吗？小姐，原来不是买核桃，是问路啊。太原城这么大，我一个做小买卖的，怎么知道档案馆怎么走啊？就是知道，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啊。哎，核桃，核桃，壳薄仁大，香脆酥软。小哥，那你给我称点核桃吧。哎，好嘞。小姐，我跟您说啊，您吃我这核桃绝对不亏，保您吃第一回还想吃第二回。好了，二斤高高的。行，小哥啊，那你知道太原档案馆怎么走吗？哦，嗨，这事儿差点给忘了。您呢，顺着这条街到第四个街口，朝左拐，然后再走两个街口就到了。哎，这是您的核桃。多少钱啊？2元钱。给。您拿好了啊，吃好了下回再来啊。好。核桃，核桃啦！邢氏家人在遇到公姓人士的时候啊，不论其贵贱贫富，
也一定要恭恭敬敬地迎为上宾，不得怠慢。这是太人老爷那一代传下来的，这以后啊，每一代当家的都要把他当家训严格遵守。善待恭姓人，善待恭姓人，为什么呀？理由何在啊？是我们对恭姓人有什么亏欠吗？还是别的原因？这背后的一切是恭姓人在捣鬼吗？族谱里面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写呢？究竟是谁？哎，文远哟，我回来了。红叔回来了。李小姐，哎，我回来了。红叔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呀，洪探长，你可真是万幸啊！哎呀，幸好你们那局长没把这事儿告诉日本人，否则可就麻烦大了，是吧？是是是，来来来，李小姐，真是谢谢李小姐了。其实啊，她也是担心她头上那顶乌纱帽。别看那个局长啊，长得跟五胖子一样傻乎乎的，可是心里明白着呢。不像某些人啊，做事情不带脑子。他其实啊，也犹豫着该不该上报，只不过啊，是被我点破了罢了。哎，你这一点破不要紧，差点吓得他尿裤子了。你说是不是啊？坐。哎呀，不过我这条命还真是挺值钱的，让李小姐这是破了一大笔财呀！哎，红叔您太客气了，只要您平安无事啊，我们就放心了。红叔，这钱是小事，关键是这李小姐要是没把您捞出来，我看有人怕是要后悔一辈子。哎。我说那人，你装什么呢？还不赶紧啊！红叔，我对不起你了，红叔，我对不住你。那帮王八蛋没打你吧？身上没伤吧？啊，红叔，红叔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这辈子我得哭死。我今儿心情不错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就别提了。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，就别打我的主意了啊！胡叔，我再也不在你身上打主意了。胡叔，你真可怜。哎，别嚎了，我还没死呢。这是我先回屋了。哎呀，李小姐，真是惭愧呀！你说，我老红活了这半辈子了。还得靠你李小姐帮忙才能保住我这条命，真是丢人呐！红叔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哎，谢谢谢谢。是啊，洪探长，现在我们可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，啊，唯有我们团结，才能对抗日本人，是吧？既然是一家人，就别说两家话了。就是啊，是，都在呢，来了，王小姐。我回来了，红叔，您回来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让王小姐惦记了。那叔姐，你去哪儿了？也不回来吃晚饭？哦，我去看了一个朋友。对了，买了点核桃，你们在家吃啊。来，哦，好。红叔，哎，我不太舒服，我先回屋了。哎，你先休息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那徐叔，我先回屋了。好好好，好。文远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看你脸色不好啊。哎，没什么事儿。红叔，有件事我想让您打听一下。你说，只要是我洪子恒能办到的。是这样，我想查一下我们邢家的家族档案资料，但不知道从哪儿入手啊。哦，查资料。嗯，邢家档案，你不妨到那个档案馆去看一看，没准有什么新发现呢。档案馆，档案馆应该不是日本人重点管辖的范围。这样吧，明天我不当班，我陪你一块儿去一趟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熟人让他给咱们帮帮忙。那这事就麻烦你了。嘿，瞧你说的，我走了。不送了啊，红叔慢走。嗯。进来。
月叔姐，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文远说啊，这点核桃再不给你拿过来，就要被五胖子全都吃光了。吃就吃吧，本来就是给你们买的。哎呀，可累死我了！看把你累的，怎么了？今天去哪儿了？今天一大早啊，我就去火车站提药品去了，在火车站待了一整天呢。提火车站的药品啊，那手续有多麻烦，上上下下都得打点，可累死我了。去火车站了。哦，好了，姐姐慰劳慰劳你，给你包两个核桃吃。要不我来吧。你行吗？哎呀，哎，还要不要？我再给你多剥几个吧。嗯。妹妹，你的手劲这么大呢？啊？对，我从小手劲儿就特别大。看你平时小鸟依人的，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劲儿。来，嗯，真好吃。嗯，这个给你吧。嗯，啊，困死我了，回去睡了。谁在呢？嘿，我是老红啊。哎，红探长，我想我老红来了，怎么里边没人吱声啊？哎，不会不会不会啊，这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忙。我这把老骨头，哎呀，早晚得累趴在这儿。您可得注意身体，那不能那样忙啊。今天有点事儿，想找你帮个忙。嗨。您看您洪探长的忙，我说啥也得帮啊，您说。这是我的一个兄弟啊，外地来的，到太原来找他们家的祖坟，可这时间呢太久远了，找来找去也没什么结果，说这怎么办呢？我到这儿来碰碰运气吧。所以就过来了。小事儿嘛，还劳您大驾来一趟。不知道兄弟贵姓啊？哎，姓邢，开尔邢。哦，那这姓可了不得呀！啊，没准儿还是咱们太原第一大户邢家人的后代呢。是吗？就这样的。眼下呀，邢家也不怎么样。来，二位跟我这边走。请。哎，老黄啊，说起来真是有趣啊！啊，昨天啊，也有一个人过来认祖归宗，也说是邢家人的后代。但是呢，又不确定，非要来看档案，我拗不过他，就让他看了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是个穿西洋衣服的女人，长得很漂亮，穿的也挺时髦，说话也很客气。其他的嘛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哎，是月书记，他来干嘛？哎呀，别乱说话，小心露了馅儿，回家再问吧。啊，走。这是太原所有名门望族的档案，要是你这位兄弟是贫苦人家后代的话，那估计是找不到了。哎呀，谁知道，让他找找再说吧。啊，多谢你啊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。谢谢谢谢。那洪探长你先找着，我忙去了。哎，行行行。谢谢谢谢。哎，洪探长，你下次可要请我喝酒啊。哎，那是一定的，你别喝一杯又跑啊。哎，不会不会，下次不会了。走了走了。好好。啊，哎哎，
关于邢家的档案呢，也就是这些了。我看上面都写着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，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啊。哎呀，咱们现在要找线索，能多找到点就是一点，不管那么多了。但这些不对啊，我们邢家太人宫那代的资料在哪儿？那是你们邢家第六代祖的档案吗？对啊，好像是在这儿，我给你找找啊。大概是在这儿。哎，你看是不是这本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是这个？对。哎，嗯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你看，你看啊，邢家太仁宫建立敬德园之后，再到这儿，这一夜怎么就没了？中间发生什么事就不知道了。这会是谁干的？哎，那个刚才管员说，在咱们来之前，王小姐曾经来过，会不会是她？红叔，嗯，您帮我跟她说一下，这书借我回去调阅一下。行，我帮你说说看。怎么了？你自己一个人去过档案馆了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我想知道的是，你为什么没有跟大家说一声，自己一个人就去档案馆了？我去，是想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世，我觉得这不重要，所以就没跟大家说。你的身份已经有犀角佩可以证明，你还要查什么呀？文远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只是想进一步确认一下，我对娘的一些事情，还有对爹，包括对邢家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，所以就想尽可能的多了解一些。那这个你怎么解释？具体是怎么被撕掉的我也不知道。档案馆的管理员跟我说，在我之前就只有你去过，在你之前档案馆已经好几年没人去了。文远，你应该相信我。这是我们王家的家谱，你看看。也被撕掉了？对，也被撕过，而且被撕掉地方记载的内容的时间和这本是同一时期。我想当时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是有些人不想让我们知道的。但我怎么知道这两样东西不是你撕了之后故意留在那里的？好吧，我证明给你看。这是我刚刚撕下来的日历，你仔细看一下，它断层的颜色和纸张本来的颜色是一样的。你再来看这些断层，看这些小的毛边，再看这个，这个断层的颜色明显泛黄，而且毛边基本都不存在了，所以可以证明这个是很久以前就被人撕掉的。而且这两本族谱断层的情况差不多，说明这两本是同一时期被人撕掉的。那会是被谁撕掉的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对了，文远，你怎么也去档案馆了？是这样，我今天之所以去档案馆，就是为了找族谱。族谱？老板，
有情报。好。日本人真够狡猾的。族谱上记录的蹊跷的事情，和我们手里这两本卷宗上被撕掉的部分属于同一时期。我想，当时一定发生了什么让人震惊的事情。也许这也正是我们邢家接二连三遭遇那些不幸的真正原因。也许是，可是现在这几页都被撕了，族谱上对这个又讳莫如深。当年知道这些事的人，没一个活着的。你说这让咱们去哪儿找线索？哎，对了，我在档案馆的时候曾经问过馆员，他说档案馆的金馆长经常亲自阅读资料，管理档案非常负责任。我想，这些卷宗他应该读过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就别耽误了，赶紧去找他。明天吧，今天太晚了。行。哟，你们两位怎么一起来了？你好，你好，我们他是我弟弟，我也没想到他也来太原了。哦，这么巧啊！要不说，后脚跟着前脚一起来找档案呢。麻烦你了，我想问一下，金馆长在馆里吗？有些事情我们想了解一下。哦，金馆长啊，金馆长他不在啊。那，您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他已经好几天没来馆里了，他这个人呢，一向我行我素。这个我真不知道。那你有他的地址吗？啊，有。你们等一下啊。啊，谢谢啊。有地址就行。这就是他们家的住址。好，谢谢啊。谢了，不客气。再见。再见啊，慢走啊。我知道了。马上让钱警队长到我的办公室来。像是有人呢。哎，真是奇怪，金馆长不在家里，也不在馆里，那他会去哪儿了呢？哎，行。哎嘘。文远，你给我出来！我告诉你，你这是非法入室，在英国是要判刑的。这儿是太原，你进不进去？你要不进去，就什么都查不到啊！邢文远，邢文远去了档案馆。你说什么？他们去了档案馆？对，他们似乎在查什么东西。他们去那里要干什么呢？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难道他们在破解了犀角配之后，寻找双龙的线索就没有头绪了？你马上去查明，他们去档案馆到底干什么？嗨，师爷那边进展怎么样？那个中国人似乎也是一只无头的苍蝇。关于双龙的下落，丝毫没有线索。
也许师爷与邢文远是获取双龙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。哎呀，哎呀，烫死我了！徐叔啊，李小姐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今天怎么有时间到我这来啊？我有点事儿，想找文远，他在吗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昨天晚上就不在。来坐。还有月叔姐，昨天晚上也不在。这两个人啊，神神秘秘的，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了，办事情都不叫上我。哦，月叔也不在啊？对呀，来喝茶。哦，谢谢。哎呀，他们这样出去是有危险的。不行，我得先走一步，咱们回见啊。哎，徐叔，你上哪儿啊？徐叔。这儿积这么多灰，看样子有一阵儿没人住了。东西也堆得乱七八糟的。是有段日子没人住了。这金馆长不在家，又不在馆里，你说他会去哪儿啊？谁知道呢？说不定住哪个小媳妇家里去了吧。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你说这金馆长是不是出远门了？最好是出远门了，别这次啊又让神秘人赶在我们前面。金馆长一定知道不少事情。行了，走吧。还不走啊？这是非法入室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徐叔，哦，文远，正要找你呢。徐叔，王小姐，我呀想找文远说几句话啊。啊，哎，过来。哎，什么事儿，徐叔？怎么了？文远，我刚刚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。我听说，日本军部为了抢夺双龙，除了上山千景之外，他们早已派了一个特务潜伏在太原城。所以啊，文远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慎之又慎，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呢。你先去吧，有什么事我会及时通知你，好吧？文远，刚才徐叔跟你说什么了？那么神神秘秘的。徐叔没什么，就是让我们出门小心一点，别让日本人发现了。真的？哎，文远，哎，月叔姐，妹妹，她怎么了？这是？她啊，没什么。你们今天去哪儿了？一天都没看见人。哦，我们去档案馆查了一下我们家的资料。哦，我有点累了，我先回屋休息了。哎，月叔姐，月叔姐，你必须说清楚，你今天一天都去了哪儿了？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你哑巴了还是故意不说话？真不知道你们都是什么意思啊！你说啊，你出去了一整天，我在家就担心了一整天。哎，这好不容易晚上回来了，好吗？你一进院子掉头就走，招呼都不打一下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说完了吗？我这儿已经够乱的了，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会儿？嫌我烦了是吧？是啊，你干嘛要告诉我你去哪儿了？你去干了什么？犯得着跟我打招呼吗？我是你什么人啊？我有什么权利知道？
我根本就是个外人嘛。李大小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跟你认错行吗？哎，我最近的确心里很乱，你说这么多事情都还没弄清楚，这回又冒出个……总之是我不好，你别放在心上了。文远，我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。其实我以前一直是个胆子特别大的人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，我突然特别担心你。这整整一天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，所以我……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。我不会有事的，放心吧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刚才睡着了，迷迷糊糊听见枪响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有人潜进来了，我去追他的时候，他朝我开了一枪。开枪了？你没伤着吧？啊，我没伤着。啊，没伤你就好。是什么人啊？那武胖子和岳叔姐呢？啊？他们在外面，都很安全。对了，你看清那个人了吗？他长什么样子啊？我没看清，眼看着就要追上他了，然后他冲我那么一通开枪，我一闪，人影就没了。妹妹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看来我这儿啊，现在也不安全了。毕竟我们在明，人家在暗，万一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们赤手空拳的，肯定是不行。不如我们还是找徐叔还有红叔商量一下吧。行，我看时间不早了。大伙儿先休息吧，今天晚上我和武胖子值班。我跟你值班？你不是会功夫吗？对啊。我看你们俩今天晚上就住一块儿吧，这种时候大家在一起比较安全，出什么事儿也有个照应。放心吧。文远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后半夜天凉了，我给你拿件厚衣服。哎，我不冷，给胖子披上吧。他呀，睡着了，会着凉的。胖子肉那么多，他不怕冷。我是特意给你拿的。我知道。文远啊，你说会是什么人呢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要么是日本人，要么是神秘人。可是他们来拿什么东西呢？等我快追上他的时候，他就冲我开枪了。
所以我就……那你没有看清楚到底是什么人吗？没有。看来李小姐那儿也不安全，不行，咱们重新找个地方吧。也是，别连累了你。我觉得这样也不妥，这样躲来躲去的不是个办法。如果说我们真的被人跟踪，那我们躲到哪里都是不安全的。也对。哎，要不让我的伙计上你那儿去护院怎么样？徐叔，昨天晚上吴胖子和文远两个人已经守了一夜了。徐叔，我倒是有个办法，既不需要大家搬家，而且也不会有危险。什么办法？搞一批武器，只要有枪在身边，谁来也不怕。这办法好啊。可是到哪儿去弄这些武器呢？再说了，就是有了枪，我们也不会用啊。这简单啊，可以让红叔教我们。那一夜浅浅，一声再见，一转眼已是天的两边。相遇前两手空空如也，告别时已背负一生的罪孽。如果是一种怎样的如果，大过了天地，小过你我。错过是一种怎样的错过，下辈子再远的为何我。就在面前，我却不能辨别。我的爱就在你面前，而我却身在幻缘。我的爱就在面前，我却就在你眼前，而我却身在花园。爱是上天的礼物，被唱上命运的书。会超越生死，越不过情人的边界。